喂，我是吴继兴啊，现在是在台湾大学哈、啊，科学辐射农业实验场这附近哈、啊，现在是台大在举行一个太巴树哈、啊、见笋节，啊，这个很好看的哈、啊，一个像哈、啊，这太巴树啊见笋节哈、啊，主要是做一些台湾北部地区啊平埔族的那个文化探索哈。啊我是吴继兴，现在是早上9:42哈，3月14日，2010年哈，这附近就是台湾大学的那个图书馆嘛哈，今天是礼拜天哈，所以很多人都来参加哈，我们可以稍微看一下哈，看看哈，太巴树见笋节哈，这是花莲政府哈，这可能是原住民哈阿美族的。这文化节哈，阿美族哈，我稍微走一下看看哈，这是花莲阿美族的文化区哈，我们可以听得到哈阿美族的歌才对哈，是吉安乡玉溪哈，你好，谢谢，喂，你好。这个是应该是阿美族哈，是不是？